梦见打雷是什么意思？在现实生活中，很多女生会害怕打雷。那么，梦见打雷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梦见打雷声很大，这可能是在提醒你要注意自己心脏类疾病的发生。若感觉胸口不适，则要及时去医院进行检查。如果已婚女人梦见暴雨雷鸣，可能表示最近你有些为丈夫担心，生活中不免会更加关爱丈夫。如果未婚女人梦见雷雨阵阵，可能预示最近你将会遇到自己喜欢的人，并且会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。如果梦见自己在雷雨中东躲西藏，这可能是在提醒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。如果你是运动员，更要小心避免运动中受到伤害或发生意外。